走吧。嗯，小心啊，牵过一下。嗯，结束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踩我脚，能不能小心一点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注意点儿。哎，这不是狐狸吗？哎，狐狸！狐狸！狐狸！等等，怎么不跑了？这你干嘛呀？其实我觉得被他们拍到没什么不好，正好可以打破我们不和的传言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最近有没有觉得我荒废很多，只知道跟你谈恋爱，都快变成傻子了？傻子有什么不好吗？我就喜欢小傻子。可你粉丝不一定会喜欢啊。我女朋友那么可爱，我的粉丝喜欢我，就一定能喜欢你。